Give it to me like...1970年代，政府基于当时的经贸发展趋势，规划新建一个功能完整的四合一建筑群，展览大楼、国际贸易大楼、国际会议中心及君悦饭店，对从事国际贸易人士提供便利完善的服务。叮叮叮！哟，欢迎来到吃货多吉，我现在人在世贸。那世贸呢，它其实是提供给很多厂商交流啊，或者是他们的产品发表在这个场地提供给他们，比如说像是同业的啦，来参加的是旅游展，上联国际主办的。主要是旅游展我从来没去过，所以我今天是个小白的身份，所以我也想知道旅游展是什么。因为我前阵子有参加过宠物展，可以看我上部影片。宠物展我觉得很特别，当然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毛小孩嘛。那旅游展的话主要是卖套装的一些行程，如果你想要捡便宜，比如说一次买很多量多的话，说不定是揪团啊，或者是家庭去旅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你可以来这边看看。那我们大家来看看，就在我身后啊，旅游展的场地，然后还蛮特别的是它的活动还有一些是可以让你免费捡喝汤的福袋啦。接着往下看，总共有60个名额开放给10点以后进场没有领过福袋的朋友。那没有领过的那个不是，那个不一样，这个是11点在那个西区那边，他这个是协会另外发的，反正都不用钱。昨天有一个小姐去服务台申诉说我们福袋发塑胶袋，他领完就走了。好，OK， 就看一下那个大哥要一份。有几本知道福袋活动有什么猫腻吗？底下留言告诉我，或是你的经验跟想法。参加这个旅游展呢，其实还有一个，它算是联合展吧。其实我主要是来看食品展。那因为9月份我就会去到日本拍一些素材给大家看到我们旅游的第一次到北海道札幌，刚刚也看到一些酱制新蟹啊，所谓的地酒其实就是在地的酒商代理，但是那个酒是属于在地的一个品牌，他们的相关。那我还是要先走到食品展，因为逛了大概有半小时了吧，看了旅游展，就我就莫名其妙走到旁边的酒展了。那我们接着还是要去找一下食品展。为主题四个字，哇，这位写
这边就有看到酒跟这个是这个就是食品展吗？算，它有点食品展跟伴手礼混在一起了。所以其实这个就已经是食品展了。对对对，它有点混在一起了。所以旅游展这边食品伴手礼，后面那边是酒展。酒展，梅庄是在那边。对，梅庄。所以就是这四区。对对对。哦哦，今天就这样子，没有漏掉什么，就这四区。好，谢谢，谢谢哦。啊，其实旅游展我刚刚也问了嘛，就是这四区，那其实它的不是完全就是食品展。之前因为我想说是每个厂商都会有不同的办的方式，每个主办单位都会有办的不同方式，当然招的厂商可能都会不一样。毕竟你想，他的营运模式是他们有他有摊位就会有收费嘛，对不对？那如果有收费，他就会有容易有钱。但是你不可能一个厂商就是参加很多个，他一定是会有稍微有配合的。我在猜啦，那像我身后的，就是刚刚我拿 DM 的，对，大概比较下来。其实确实你买大量的就会比较大概便宜个，比如说住宿好了就要便宜个一两百块，以券来说就它大量出售嘛，跟我一开始也是猜的差不多。你如果有兴趣跟你是想要去加州旅游跟环游淡季的价钱，先去买下来。以上就是带给大家比较偏向走马看花，因为我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说大概是长怎样，是我没有来过，那我现在也知道了，那有兴趣的不妨来参考看看。那像台中有台中世贸，高雄也有高雄世贸，北中南的朋友也都可以去参加看看，他们也都是固定在台湾的北中南，其实都会有一些展览哦。哇，他们九和这个799，问看看，注意到的是日期啊，就觉得如果他这个日期比较近，但是又比较划算，主要是他假日还不加价。如果真的确实如他所说，确实就是83折，大仓九和。因为我有吃过 JR 的，像 JR 我们就有吃过楼下的地下一楼伯利安这个。还不错，但是它就是1299，反正我之前住跟吃，反正这个我吃过，所以我想说它吃饭上是不一样的。对，我等一下想问看看下午茶或是午餐吧。你看下午茶980元，我们查到的，那它这边卖是卖799，所以其实还是挺划算的，反正吃一次嘛，不上当不吃亏。国民旅游卡16000元的，赶快过来。已经含服务费了。对，因为来了是有很多会效期，只能当现金现用。去年我也有买过，但这次是好像现在涨价了，大概一两百块左右。所以就是现在的常态了，对不对？就差不多每一间都是也是涨了一两百块差不多。餐券比跟现场我直接付现的话，是不是至少可以省个服务费？最少对不对？买餐券。就最后还是来这边花钱，就买了餐券。小姐姐也有告诉我们怎么使用，以及其实买餐券确实是真的比较优惠哦。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想要省点钱的，你有在吃到饱或者是平时犒赏一下自己，餐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准备要去吃饭了，餐券是下次我们也就会拍餐厅给大家看看。那我们吃饭去，拜拜。Thank you.
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猪肉也还可以。网上说牛板筋会比较重的味道，但是我吃其实都还好，不会说味道到重到吃不下。汤头选择的话，建议你一个就是点最普通的和风，另一个点麻辣，因为麻辣有鸭血跟豆腐，主要是因为它豆腐跟鸭血很好吃。是一个人450左右，上不了当，吃不了亏啊。花枝姜，因为我们知道是花枝，因为它里面的料吃得到花枝。这个鱼姜是他一开始送上来的，他们家选择不算多，我自己个人吃来吃去就那几样，所以我会觉得很不错。他跟我去的那个顶峰口味有点相似，可是顶峰是季节性的特价，可是他这家就是一直都是常态性价格。单点，哎，还不行啊！哎，然后我没拿碗，不就跑掉了？我要去追他，跟垃圾车一样。太酷！芒果嘞，一斤肉上市，五花肉卖尽。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双酱跟这个板腱，就是看 Google 评论，确实就是有人说这两款都还不错。哎，双酱板腱。双酱板腱，不要玩食物，双酱板腱，沾不沾？你看他，不会啦，我要倒过来哦。够新鲜的牛肉才可以做到。好啦，我虽然吃饱了。天使牌的提拉米苏，还蛮喜欢吃这一家的甜点。好了，那个就是题外话啦。刚刚的那个大食锅物，非常推荐。大安区却能够吃到很棒的这家餐厅，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放轻松吃就好了，因为毕竟不是很贵，也要试试看。食物多吉，大家在这边，顺便再把这个分享。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那就让我们一起躺平吧。
对了，在某个悠远的午后，身体投射在一片绿茵郁的草地中。或许世界总是太喧嚣，环境总是太吵闹，在懒散的草原上，我明白，偶尔让心情摆烂，躺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顺从内心的声音，寻找这份纯真与感动。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何我要带着膳魔师焖烧锅，为什么我要带着他躺平生活？想要摆烂就需要他，膳魔师焖烧锅，不热情如火焰般跳跃，也不冷漠如冰块般冰冷，而是闷不吭声，闷闷蒸蒸着我的情绪。我常常摆烂，让他自己做鲑鱼奶油炖饭。关于料理这件事，不用太努力，你只要负责躺平，膳魔师们烧锅都能帮你搞定。和他相处，我常常摸不透他的心思，他不喜欢表达情感，善于倾诉心事，但我愿意静静地陪在他身边，这好像是温暖了我的春天。吃货多吉服务大家到这边，今天又是好吃的一天呢。